原标题一个村庄的抗日往事。他被抓时拿起杀猪刀，连续砍伤两个，日后历史会被尘封，但不会被掩盖，更不会被扭曲。老兵为你还原那些真实的罪行。鲁家峪是河北省遵化县西南部于玉田丰润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，它由五六个自然村组成。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1月，鲁家峪成了冀东抗日根据地。中国军队先后在村里建立起兵工厂、炸弹厂、被俘厂、卫生部、司令部、报社和党校等机构，当地人民群众也积极参加抗日战争，保卫家乡，因此他们的行为被日寇视为眼中钉，多次派兵前去清剿，结果都被抗日军民打退。于是日本人便预谋着更大规模的袭击。1941年2月14日，侵占唐山的日寇头目米佐纠集了周边几个据点，里的日寇一共1000多人，准备围剿鲁家峪。日寇的行动很快就被抗日军民发现，村里的抗日军队和部分村民立即转移到山上去。部队刚撤走以后，日寇便包围了鲁家峪。他们逐户搜寻，把来不及转移的700多名村民驱赶到一个大庙前。为了寻找当兵的，日本人逼迫村民脱光衣服站在那里让他们检查。当时正值严冬，村民在寒风中站立了1个小时之久，很多人被冻僵跌倒在地上。日寇检查后发现被抓的群众都不是军人，便又逼问他们抗日军人跑到哪里去了。村民当然不回答，日寇又对他们进行逐个拷打，其中村民刘志顺被打得当场昏迷过去。日寇还让两个村民躺在雪地上，让穿着皮鞋的日本兵在他们身上踩。随后日寇又放火烧房，一些老人因藏身在柴草中而被烧死。在这一天的暴行之中，日寇一共烧死9人，另外被打伤和烧伤、冻伤的人有30多个。1941年7月16日，盘踞遵化的日寇中队长南木带着日伪军150多人再次扫荡鲁家峪。村民们刚刚在村里搭起的窝棚又被日寇烧毁。在这一次扫荡中，日寇还把30多名没有脱逃的村民驱赶到大庙里，并关起门窗往里面释放毒瓦斯。人民群众被熏得在地上打滚，其中70多岁的刘旭顺被当场毒死。1942年4月21日，日寇再次进村，党员李有章被抓住，李顺手抓起一把杀猪刀，照着抓他的那个日寇砍过去。那个日寇被砍中脸的脸部逃跑了。再跑到门口时，李有章又砍伤了一名日寇，但是最后李有章还是被日寇开枪打死了。两名日寇被砍之后，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当场又杀害了村民张永林、张俊成、李佐国等9人。日本人还把李进宝的母亲绑在树上活活烧死。除此之外，那一天日寇还当着群众的面奸污了4名少女和2名孕妇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